冲68吧，走你，一个，两个，我就冲到垒城5000就 OK 了。50000，春江花月夜。好，最后5300来个328。好，已经到5000了，啊，已经输了，连输3把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对面不讲武德，欺负老玩家，欺负氪金大佬，有天理吗？啊！我妄图现在那么菜，你们哎，大家你可要小心，有目共睹，对最近吧？附近不等我得以后厉害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先把这个搞了，6元特惠买一下，需要勾选选中的道具，强化石晶，一二三四，需要选哪个？后说。第一个，好，这个呢？这后面第二个和第三个选什么？第二个没啥用，都选第一个。我先买买试试啊。好，冲一下，然后这个是装备洗炼。哎，好像是有这个充值限制的，得要过一会儿才能让你充一个。陈江里就是这个6块钱的这个珍宝，这个是可以买的。5开盒子没有保底，好的，50级今天到不了的呀，密宝也去不了。充值送额外的红包，充648吧，走你，一个，两个。我就冲到垒城5000就 OK 了，50000，春江花月夜，好嘞。这怎么看？要充多少？就看这个币。好，最后5300来个328，OK。好，已经到5000了。这个是2000块钱的，给20个升级金武的那个材料。这个是盟主。尽显盟主霸气，可以在衣柜中激活这个称号，是吧？这特技，然后铜钱两个无所谓吧。开悟是什么？入加入的开悟，打造必定获得这个特技。紫色的踏迹，紫色的这个特技应该还行。包买了，包等等。琉璃珠坠珠绰珠还是坠珠不知道。铜币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无相神功，这个是技能调息时间减10%。给了个马，给了铜钱，领取吧。这个格子花铜币解锁一下，哇，25万，30万啊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可能开多了点，你们可能要生气了。领取，好，查看一下这盟主的特效是吗？但是。什么鬼？然后乌云盖雪，查看一下雅韵相册，雪绝手通。好的，以黑夜为邻，这个是雅韵榜啊，我是第三，迪朱小迪黑夜为邻，这人怎么那么高？我第一名就是霸气，这个人就放大好多，雅韵这个头有点二哎，然后再激活一下，总归要有个目标。好的。我听说这个装备不激活就是真人性。OK，激活瑕疵，雅韵瑕疵，称谓先使用一下，开始花里胡哨的金玉满堂，收集一下这称谓，称兄道弟，得一个称号加一点点镜和玉。不要看，别的能用什么呢？是还有什么能用的？武器升级宝库可以用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金武已经可以升级了，用这个东西升级的。从30级升到40级，放仓库，这个直接升没有问题吧？升40，50级不让升了，咋这么低修？因为今天朕今天才开服，知道吧？镶嵌这个应该随便可以镶嵌一下，对吧？我净加好多啊！雅韵不要碰，那个我没有刻意的去搞它，就加体就是加这个生命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宝石了，宝石好少啊。这是。又可以加就近，加敏，重铸满再升级。那现在不应该再升级了是吗？我靠，首要的
真品格的蓝白秘籍强化石，这个秘籍其实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啊。武器升七十就重铸满再生，哦，好的好的，那还早。暴击，来一个。这家这个属性其实不算这个修为的，它也能够让人变强。到时候如果能 buff 的话，这种各种关卡手动都是我囤币用的呀。四项其实可以过几天的，我们先把这个寒衣节的先开完，是吧？这个节日商城，先把这个每周限购搞了。有缺啥换啥，我只有4000块钱，今天开不满的，抱歉了。两次3000，我留个800，好吧？先开5个，箱子没开完，先买了2500个摇身侠，直接开还是怎么开？好像就先弄吧。这要全部开还是要分开？比如300、500个，啊，直接开了吧，2500个，你们也没什么主意。给了，一本这个书，500、500也行。哎，这个锦衣绸四怎么给了4个一样的衣服？星爵针，这有病吧？给4个一模一样的衣服吗？哦，可以兑换时装，啊，这个可以兑换别的时装的，天双配，黑。太黑了，还好我不清楚什么黑什么不黑，可以换金光了。太黑了，妈的，不行，我再买一个。天装备等等，锦衣绸等等，星爵等等，再开500个，一个特技。啊，这又什么都没有是吧？什么是特技？紫色的还是什么？使用下红符聚德。5个大盒子，106个大材料。查看保底，我们可以领取了。连续开900次未得，连续开500次未得这个仇。我靠，连续32000次未得这些，这么多没出黑啊！29个大材料可以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们这里所有的都加这个名是不是？这些所有的都加这个，然后就是靠暴击求生存，暴击杀人。先搞一下这个论剑好了，匹配一下。我们现在积分1000，胜率我应该操作起来是不是？应该不会输吧？我这输了也正常。论剑升级快，好的。好。我擦！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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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他打我为什么不疼啊？我其实也没提升什么东西啊，跳轻功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然后再下坠，轻功上天，嗯，跳起来用轻功，好的，轻功按两下会有一个技能图标，我明白，那个我还玩过的，但是我操作的确实稀碎，对于这些技能怎么样搭配我也完全不了解，游刃有余，手速到达2段，对，试下坠，是啦，眼睛啊，这现在拿个太阴。那个人让了我，我只能这样理解。对对，我确实没玩过游戏，我一次都没玩过这个活动，花生论剑一次都没有。太可爱了，不好意思，太菜了。准备准备，秘籍装备等级不够呢。好，一顿乱炫。为什么那么菜？好，赢了。哎，他修为还比我高，倒赢了。咱生猴子吧，不和你生，说不定是你是个大脸萌妹对吧？还是算了算了。这个刚才发生什么？简单解释一下。这里面有8个技能对吧？我。给大家看到的是第5、6、7、8个技能，然后呢，我就是
在键盘上按1234这几个技能，我键盘上面的2到5就是这几个键，这个前面4个技能，然后呢，我的数字一呢就是这个普攻。对啊，我就是鼠标点第二页的技能，然后手动点第一页，像端游模式，懒得懒得，问题不大。以后遇到打不过的对手再说呗，以后遇到必须要打过的对手，而且我这端游模式我下播之后我自己熟练一下，我现在一点经验都没有。哦，哇，被他眩晕了。哎，怎么飞起来也会被打？哦，他也是暗箱。我要死了！为什么又被眩晕了？我哪个技能是眩晕的？我要死了！这儿没有办法啊！啊，首次败北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再去匹配吧，对吧？花生论剑还有2次，我先来研究一下这剑。哎呀，我靠！我后面那几个技能我上不了，我被冻住动不了了。哦吼！整理一下我的头发吧，好愁啊！这头发又要掉了，氪金大佬没有丝毫体验。你们说的就是这玩意儿呗？不是这个吗？看一下对应模式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哦，还有暗器，还有加血的，这里面可以加血吗？我见不着人，我血量怎么就掉那么快？啊，就死了！这游戏和以前玩的不太一样。啊，已经输了，连输3把，实在是太开心了！我的个乖乖，先来好好练一下。我们现在就先做主线任务，对面不讲武德，欺负老玩家，欺负氪金大佬，有天理吗？啊！这个输出我打不出来，真的是见鬼！但输出这个是菜，是真的菜，一通乱按，被打出屎来了。技能没有升级，技能怎么升级啊？技能是搞什么？先升级吧。哎，这个游戏有的研究了，我知道技能是有配合的，他先接什么再接什么都是有。但是我刚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人都没有碰到，然后就开始摁这个技能了。如果是玩一个远程，其实还蛮适合的，就是胡丢乱丢就可以了。第三章长云引起，但是我刚就想着要把技能赶快打出来，10万话出去也不敢大声说话，不行，我就要屌屌的，慢慢搞起来。这技能怎么升级啊？武学，全部升级要21万，增加多少修为不清楚，3万，好少啊，都不怎么费钱。我就是想磨练自己的技能呀，真的。你刚才也是有这个暗箱打我的，暗箱就是单挑武最厉害的。我妄图现在那么菜，你们大家有目共睹对吧？等我以后厉害起来就可以了。